么这里是2024年全国女子篮球联赛。接下来，无量运2024年全国女子锦标赛，浙江成都宇航队试穿远达的比赛即将开始。首先，介绍浙江成都宇航，首发12号、13号、17号。3号、9号，四川远达的10号、12号、16号、21号、5号、8号。12号拉手犯规，投进球。
碗球。师生队请求时间暂停。
三队暂时领先。巧合呀！
出去。全世界过上球，这样会请求换人。掌声送给八号龙群龙。由排队十八号出发。31号，贵人前上球。
双方进行换挡。Thank you.
下面请求时间暂停。
球队取消换人。
号远投三分。好，一号。
当归，十一号主导当归前上手，双方取球快点。掌声送给韩旭和高寿。
接着看队。这样队请求换人，好球，十号球头门下投中得分。赛结束，转到比分35-68，四川远达比了。两分算红队十号飞人追加一次发球。追球。怎么没有掌声呢？
这样的请求时间暂停。暂停时间到。十六号拉手犯规，前上球。二号打转回前上球。
中国两个听众。比赛结束。